拜见陛下，奴婢这就去禀报贵妃娘娘。不必了。陛下，听说你去探望过皇后了，皇后病情如何？臣妾去的不巧，并未见到皇后娘娘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臣妾给皇后娘娘做了核桃酥糖送过去，这儿所剩不多。就这些？常言道，茶罢一块糖，咽而即消爽，细嚼丹桂美，甜酥流麻香。陛下，您尝一块。你当真没有话要对我说？臣妾想说，陛下若有心，可以去看看皇后娘娘。娘娘若是见了天颜，一高兴，没准便就康复了呢。拿这些吃剩下的来打发朕，真是毫无诚意可言。你自己留着吧。陛下，那您不爱吃核桃酥糖，您爱吃什么？自己想。